结婚三年多的黑人陈建州以及范范范玮琪日前终于开心宣布做人成功，怀了双胞胎。范范今天9月20日中午到医院做产检，黑人开心的在微博上晒出照片和大家分享喜悦。只见照片中的范范躺在床上照超音波，黑人po文表示平安健康最重要，还问粉丝要大家猜猜看是男孩还是女孩。有网友希望是男生，也有人希望是女生，更有人表示龙凤胎最好。甚至还有网友搞笑的对黑人说，如果你一胎生两个儿子，小 S 肯定气死。优酷全娱乐，健康最重要，台北报道。